助教小茹姐姐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同学们好。哎呀，小茹你还挺放松的哈。其实今天呢，有人来踢局哦。不巧，有人来踢馆。厉害吧？敢有人来踢我们的馆，太过分了吧？他居然敢来到这里。对呀、啊，让我们有要什么有什么。对呀、啊，还敢来踢场？这种实力非凡的主持人站在这里，居然还有人敢。还有那个美如天仙的宝贝。对。那我真的很想知道，谁这么勇敢敢来？一男一女。哦。你想知道是谁吗？先拉出来个溜一溜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有请阿苗老师。好了，现场的所有的男朋友们、先生们、女生们、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阿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场主持人，能主持各种活动，正能搞笑两相宜。欢迎来到美丽最前线，谢谢。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是万众期待的感觉？有感觉到？不是，我有感觉到压力。你们男朋友、女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这个朋友、那个朋友，哇，你的主持人很溜哎！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这样子？对，真的几乎。那这样子不用了。工作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经常。所以已经练就了一种本事，见到这种不管是什么场合，先来你男朋友、女朋友、老朋友、小朋友，所有的朋友都是好的。对。那到底你今天来踢馆，你有什么本事来踢馆呢？我们等一下看看你的才艺。那先请老师就坐了。好，谢谢。你说还有个美女要来吗？是。是我刚才看见那个，哇，身材超 sexy 那个吗？啊，你已经看到了。我看到他的背影，没有看到他的脸。啊，那我们电视机前的男观众可能要迫不及待了。当然。好，下面请安琼。Hello， 亲爱的各位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美丽的宝贝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安琼，曾为湖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人，主持经验丰富，善于控制现场。安琼老师下来的时候有点像，就是歌唱家的感觉。对，很有气度的。谢谢，谢谢捧场。谢谢老师，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当主持人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。是。像我们今天来这两位主持人，他们非常的厉害，他们所有的活动全部都是现场的。真的吗？对，而且面对的。这个应变能力也很强。对，而且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观众。我们是不是立刻要有一些环节考验一下？